首先通过的是地震母乳联队张三爱大将带领的二十六名将官。来呀！还有当中站在一个更前方，他们要躲，
完成一个完美的分组的动作，飞行员超人的展示，以及飞行员优越的组成，为下一次的赛季完美展现了。
四十五六号机，要各位嘉宾的右前方第四面长亮，让您一次穿进三种 AT30D 的右远机门，开启红白产业。接五号机轻飘暂时进行首飞，六号机保持机组的编队，停下来。我这里快点了，没有错。这是四号机高速旋转，再跨车。接下来，各位嘉宾总投资完，我要请注意我们的左边跟右边，三星机组范泽、李金天，接下来参加东亚组团。掌握飞机通过五号机火吗？他将用美妙的轨迹向各位宣布六号机强势回归。各位嘉宾，请您提高警觉，注意哦。六号机开始翻船，喂，到底是干嘛呢？没有后话，他们所要呈现的就是一种纯洁的爱心，象征着人们善良纯真的友谊，在和和平里头共同坚贞的爱心。六号机发出一声高频的警报，一件三秒的空中飞行，此时不禁让我们赞叹。这是高速高超的飞行技术，是地面超神的装备。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到我们 AT30D 850彩绘机旁边。镜头已经来了，本座嘉宾的右前方，雷霆高速六架飞机开启三色闪焰，保持着双人射击，准备进入今天的高超科目大战开花。领队带领六架飞机上上高升。
我们的六号机完美压轮如顺时挂断，虽然终南是好而温，偏偏是我江苏的完美机轮，让我们在主人第三第三下我们二号机宏观男神李俊平的爆笑，现在三度是非常教官小女巨星眼神不允许你在听着是半场上雷鸣的头脑登场，我们雷鸣的灵魂雷神先对前上校，现在教官训练只剩一把五秒钟进行教官的时间，果然你看你都已经半场的努力面对奇迹，回到黑线，不好意思，回到黑线以后，柔柔，你放手，我是你的男人。我五号机爱狗王子，我是军中将，我的武装队双脚不打，我有的飞行员在他的头挡之下为他管辖。这一看，就是我们最爱的长城今天最多镜头的四号机，你关的江山前头镜头，真正的重要。现在教练是你的官最近他的身体让他国际为国家好三十六的八零好机，我只能不相信热情中华为成绩，但是我们心中的热情能够在十一月的新竹基地开放活动中才能再次呈现给大家，但是你们更加的去了十一月份新竹基地开放活动，你们再次莅临，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吧！谢谢各位，没有结束吗？当然不是，是我要求极高的雷虎商务主任，怎么可能虎头蛇尾的完成一场超演呢？接下来为各位带来是地面滑行的超演科目。雷虎商务将以绝佳的默契保持严谨的滑行队形，请各位嘉宾多给他们几张照片吧。这首歌是雷虎商务要告诉在场的各位嘉宾，下次还要记得再见哦。专业的最高体验就是纯粹女孩把自己放在最前方，走出自己的路，翱翔蓝天，大声吼喊。